吃的吗？没吃的呀。一下穿越到哎，这么困难的一个地儿，怎么这么苦啊？到处都是灾民啊，这什么什么样的灾难呢？我的妈呀，我们穿越这时代到这儿也太苦了吧？怎么的了？给点吃的吧，大爷，给点吃的吧，好几天没吃饭了，大爷，给点吃的吧，大爷，行行好，给我点吃的吧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！给点吃的吧，亲亲好，给点吃的吧。哎呀，这怎么的了？这发生什么了？哦，全让他给吃了，全让他给吃了，全让他给吃了。你看，难怪都那么饿呢。就你是不是整个这地儿吃的都让你给吃了？膀大腰圆的，这家你长得真壮，像城墙一样，像城墙一样。哎，怎么不找他呀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粮食吧？其他人都饿得不行了。我溜溜等了你们一上午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只要看到他没好事儿。啊，是让我们遭罪不？接下来什么意思？拿来呀？啥？拿啥什么呢？拿啥？今天什么日子呀？那你们来干啥来了？今儿什么日子呀？什么日子呀？今儿不交租吗？交租！你们四个租我们侯府的地，到了交租的日子了啊！我看见你们四个还挺高兴，我以为你们四个直接把钱带来了，那钱也没带来，粮也没带来，你们就这么空手来的？来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没有钱啊，没有粮。对。那就按照规定，去我们府上做苦役。你听着没听着？什么？你要写？没有钱，一个穷嗖的，你走走走走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别走了。没钱，没话语权。对，哎。曾经洪水和干旱持续侵扰着岷江两岸，这与后世常常形容的富庶丰饶相去甚远。秦昭王任命知天文识地理的李冰为蜀郡太守。而李冰上任后着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兴修水利工程，治理水旱灾害。动起来啊！